我会去自首的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想先向苏静自首。 小韩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先挺住啊！小韩出事了，煤气漏气。小韩，先去医院，小韩到。 没事吧？醒了，没事。怎么了？煤气罐子是被人割破的。 你刚才给陈峰电话。
我正好在他身边。乔玉呢？在家吧。他今天找过你吗？你回家吧，他会告诉你的。把家里门钥匙给我。干嘛用？割管子的人一定会回去拿电脑，我要等他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在家呢。在哪儿呢？我在小安这儿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安出事了。小韩，他没事儿吧？没事。他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今天来过小韩这儿？来过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晚点吧。
等你。我睡着了，陈峰。嗯。爱好吗？很好，可能过段时间就能开口说话了，也能录歌了。明天，我想搬回方家去住。很好啊。回去吧，不用陪我了。等你睡着了，我再走。我睡了。晚安。
人力，我有东西放你桌子上，关于案子的，你自己先看。小安怎么样？还好，幸亏发现的及时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勉强给陈峰打了个电话，我刚好和陈峰在一起。你还没吃饭吧？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好久没吃你做的馄饨了。好，你先去洗澡，洗好就可以吃了。嗯，小雨，谢谢。其实家里挺好的，度假旅游，咱不去了。好，听你的，咱们哪都不去，家里最好。说过，我们两个永远都不分开。是。
知道了。爸，我早就跟他说过，这一天终归要来的，逃是逃不掉的。你是怎么知道呢？我是个警察。她真不应该嫁给一个警察呀。可你刚刚还说过，这种事儿躲是躲不过去的。可她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可她也是我的妻子。当警察十年了，我没想过会碰上这种事儿。案情结果越清晰，我心里反而越害怕。我没想到，没想到天天睡在我身旁的妻子，她居然是……
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可是现在我知道了，他是为了保全这个家，因为他爱你这个父亲，也爱我这个丈夫。爸，我回去看他的，也会继续照顾你。任何时候有需要的话，打我电话吧。我走了。苏静，你留下吧。唱歌呢，多好看啊！你这不好歹也是歌星了，对吧？你得注意公众形象。给我。一、二、三。今天医生说了，你再有一个月就可以不用躺这床了。啊？对啊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走了。那到时候我不习惯怎么办？没事，咱把这床留着。高兴的时候拿出来躺躺啊！我看行，哎，怎么样？今天好没好点？没有。怎么了？大夫说一天要抽足10根烟，然后病情才有好。你再说一遍。痒，特别痒。哎呀，哎，我的背特别痒。哪儿？挠挠。哪儿？背上。哎，手手，你看。你作为人民艺术家也不能这么粗鲁、啊。去，别损我。拿这儿。再往下点。这儿。我刚你唱的那样确实挺逗、啊。哎，你别我打我眼呀、啊，行不行、啊？爸不着急啊。爸，好多嘞。再过几天。应该可以把拐杖丢了吧？要那样的话，爸干脆回家住吧。我也盼着回家住。真好。对了，爸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说呀。小萌谈恋爱了。嫂子。爸。苏静吧？嗯，是我。没事了，爸。哎呀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早晨咱也得去看乔玉呢。好，那我先下去了啊。哎，你等等，在我这坐一会儿，陪我说说话好吗？站住！
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我妈，你信吗？我也不敢害方凯，要不是他自己喝下那杯咖啡，你不信。我也从来都没想害你，真的。但是，谢谢你来看我。我做错了事，判我刑，我认罪。可是，压在我良心上的债，该怎么还？都过去了，我只是想问问你，你恨不恨我？你原谅我？这些东西你在里边都应该用得上，脾气别那么倔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出了点小事，没事了吧？太没事了。你还好吗？
越来越漂亮了。啊，是。你呢？有没有什么好消息？再见。